来，今天2015年7月9号，今天第二段了哈，简报第二段，那简报第二段，那中间挖出这一叠，这叠又更接近，比在这一叠接近更接近现在，我看看，是啊，挖归在的李路平那边南的地图里面，世界国别史，这好像高中的参考因为它是现成的，因为它这个国别史接把简报归档到国别史那个地图出现的。那个页数里面，是啊，哦，那么多，是啊，极其可。那第一个是东北亚的部分，日本跟是韩国，看看是政治跟经济的部分为主要的两大轴，是简报两大轴。这个档案里面是韩流目标2000万，看2011年呢，是啊。这些助记啊，亚洲电器网是啊 ，Spain Japan keeps a high wall for foreign labor 是，阻挡那个外劳进入是啊。北海道，日本迈向2010年。那日本韩国的部分先暂时告一段落到这边，你往下看了，非常多，2011年基本上持续在简报当中哦。好，东北亚到这边告一段落，那第二页呢，哪里，这是东南亚的部分哦，是啊，东南亚部分也非常多非常多，是啊，是包括南海争议啊，巴布亚纽几内亚，是巴纽巴布亚纽几内亚，是印尼，是德西瓦，是看看继续看，湄公河，是湄公 river， 那问建水坝的问题啊，是上游建水坝，下游遭殃嘛？什么那7.7，是什么时候？2010年左右。是翁山苏姬，这是翁山苏姬，是啊，相关了，是菲律宾劳工，新加坡也在这边，是国际孤立，就民主，是啊，2012年的还持续在简报当中，那有了电脑之后没有完全绘图简报的习惯，几十年的，接下来呢，那下面一页呢，是啊，在印度南亚部分了。南亚的部分，去看印度两难专利，药品专利是2012年，印度扎白蚁扩军力多，去看美军战斗部队，这是哪里，这已经到巴基斯坦附近了，奥巴马心理伤，什么时候，是石油缺口，伊朗，是已经到伊朗快到中东了，而是就是是啊，是，这是杜拜塔来了，是 OK， 中东来了，接下来土耳其的部分，土耳其是2009年，是以色列在这边，下面一个是啊，俄罗斯的部分，俄罗斯的部分。瑞士居中斡旋，世纪遗产，八处世纪 WTO， 俄罗斯加入 WTO 的议题，哈萨克，中亚共和国，乌克兰，2012年12月的简报，接下来呢到欧洲去了吧？是啊，首先是东欧的部分，东欧跟中欧的部分啊。19兆是吧？是 OK， 是偏右大胜，是选举的问题呀、啊。欧洲议会，2009年是申根欧洲议会，东德，你看，学德五件事是投资品。矿物学者，
忠德，考验统一。好，看快一点，看重点就好。已经过了五分钟了。台瑞瑞士，接下来呢？英国来了，爱尔兰是爱尔兰，就是纾困爱尔兰，那贝奥是杜柏林，杜柏林是爱尔兰是，喂，冰岛还款英协议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是南欧的部分呢？希腊、巴尔干半岛、意大利是旅游。2010年欧债打喷嚏，斯洛伐尼亚是巴尔干半岛的，好看快一点，抓快一点，惊悚之旅，但是我动作比较放小，因为里面剪报归档不容易啊，我乱掉的话是这心血就白费了，那大致上位置不变，就是它 fire 进去的位置不变。接下来呢，非洲部分来了，北非阿尔及阿尔及利亚是格达费，那时候还有格达费，那时候我看利比亚强人，是巴拉克，是埃及的穆巴拉克吧，阿拉伯联盟啊，在北非的，看是很多特别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基本上上网查的话，当作一个基础上往上查的话非常清楚，按图索骥就找到很重要的一个头绪，就稍微快速的复习一下那些当时的时事，最后呢焦点国际焦点，那很快就进入状况，因为未来出现一个很清楚的轮廓，它很重要，因为不同时空上面都有标记不同时间点，如果同时出现在某个时间点，那大家就知道那个焦点是那些事情，那些议题是，是不是？埃及总统下台，包括政变呐、经济措施啊、国际仲裁呀、那内外的关系啊、经济的萧条与兴盛呐、人民的这是国民的那个所得啊，还有一些的大概的国事状态啊，是内外是进出的交通啊等等。都很清楚，这东西你说上网怎么可能查得到呢？这再有时间性，你上网从哪从何开始啊？乞力马扎罗山呢、怎么教我说？孔友说 ，Korean citizen assimilated in the south， 在这是哪里？马格比 OK 是。非洲的一个黑人，南非白人政党，南非州。好，接下来是北美洲的部分啊，北美洲就非常多，加拿大跟美国啊。C10罚款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京都议定书 Protocol， Kyoto Protocol， 已经过了八分钟了，对，已经啊。这是什么遗产？奥巴马，那是奥巴马出来的。OK， 大选基本上最精华的部分，因为淘汰掉其他的糟粕，最精华的地方就是留下来的标了记啊，有可能呢给他一个评分吧。说这个东西我基本上不会给他评分的，那评分的话是没有像医学或者是科学那一方面的，那有概念的评分比较容易下手。这东西哦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？这墨西哥了，是海地，中美洲哦，海地也很多，海地总统是什么？南北纵观纽约是拉丁美洲，海地卡斯楚古巴的海地，我们说海地地震嘛、地震的话多久了？是2010年，是2010年，是啊，五年了、继续看，快到末尾了 ，OK 啊，就后面很多，是啊，洪都拉斯也有，萨尔瓦多，不同的是、啊，
我每周告一段落，继续最后几页了，是大洋洲跟南极洲的部分了，是东加国王病史。减碳是 ，Sealed 海域这种叉子那个岛屿是澳洲属地那个岛屿是那个尖鸟 ，OK， 东沙黄海，南海奇怪是南大洋洲有关系是不是？储蓄是什么东西？看我们看看一个东西，澳洲躲过风暴，看看这些。澳洲家户储蓄率在富国中央净赔目所去年是1.4%。老人 ，OK。上来继续看，多东西，我一翻一翻很多页了。大概已经11分钟了，哦，差不多告一段落了。OK， 就是台湾区的女孩子啊，是最爽的差事。嗯，澳洲，那接着后面是南极洲啊，是南极跟北极的部分呢、啊，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，能源议题、开发议题、水自然资源怎么应用的议题、保留的议题，是台湾的国旗在这边是。嗯 ，OK， 大概到这边 ，OK， 告一段落，这一本告。待会我们看看，是中国跟台湾的部分是。这是全世界的部分，这是其中一小段时间为了打嘛，我这比起刚刚那个讲第三册 Home Library 那小巫见大巫，好，11分56秒。